的这个议员啊，吴文雄，他这么年轻，已经啊两届的议员了啊，真的苗栗哦啊，很会选择人才，支持人才啊，赖小佩跟其他的候选人完全不一样，这一对他是最了解台湾，最知道要台湾要走什么路，最能够领导台湾。只要我们选他们担任政务总统，台湾一定会走对的路啦，对不对？哎，赖清德总统连续五天来了苗栗两次，他知道桃竹苗未来是一个大的生活圈，未来是一个大矽谷，让民进党力量大一点，让赖总统的桃竹苗大矽谷可以努力之下美梦成真，大家说好不好？好。我这一次从曾文学身上看到的苗栗的未来，感情在哪里，故乡就在哪里。他已经把他全部的所知所学，全部的力量放在苗栗，年轻无畏，勇敢改变，投给曾文学，投给苗栗改变，大家说好不好？好。他认定要跟苗栗乡亲站在一起，他就做了决定，不管这里是不是一个艰难的地方，他要用他的意志表现给大家看。不单单我们民进党的党公职要当他的靠山，也要拜托我们三县所有乡亲好朋友当他的靠山，那未来我们曾文学当选以后才会变成我们苗栗的靠山。民进党这些所有政党当中为客家做很多事情的，像咱们政府告诉讲，你发言无过半，无法做继续按样来作证，所以拜托大家支持赖清德，支持曾文学，继续推翻你以后的时代。曾文学他正直的态度，他犀利的质询风格，还有他面对问题不退让的好表现，都是最优秀的民意代表。我真的希望这一次苗栗的转变是来自于年轻人。一个后生人，伊在苗栗做演演艺人中间，佮了解苗栗的情形，佮愿意来为苗栗付出。有的人讲，伊又唔系苗栗人，按道的传统的苗栗人，对苗栗有做嘛个事嘛？我看懂。哎，你好，今年要坚持啦，哎，三线要把它献出，唔系国民党的法律人啊，好唔好？好。1月13号，我们要选对的人。我们让一个勇敢承担的人帮我们改变苗栗，一起改变苗栗，会共同来支持赖清德，会共同来支持萧美琴，安本安的台湾行正统的路，安样好吗？哦，8年前我们选对的人，蔡英文走对的路，在民主的道路上壮大台湾，我们应该信赖台湾，团结一致，继续向前走。我们绝对不能够走回头路。10年前的服务贸易协定是由曾文学这一群年轻人成功守住了台湾，未来我们让曾文学进入立法院，发挥他的理想，他的抱负，进一步来守护台湾，推动台湾的经济发展，大家说好不好？好。大家说好不好？好。我们支持优秀的候选人，让曾文学跟康智明进入国会，让赖清德跟萧美琴进入总统府，每一件事情我们都很用心的做，我相信台湾明天一定会更好，大家说对吗？大家说对吗？台湾要赢，苗栗开始赢，苗栗赢，从头份开始赢，好不好？好。赖清德到站，赖清德到站，曾文学到站，曾文学到站，2024团结一致。